鬼子来了！来了，隐蔽，隐蔽，躲好！准备趴下，准备战斗！还真来了！隐蔽啊！隐蔽！ 小日本子，他们也是肉长的，他爱枪子，穿也别过，把枪举好。记住，你不打死他们，他们就会打死你。
为啥不打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还纳闷呢。张连长，张连长，张连长，报告张连长，丁司令命令我们所有人到县城集结。到县城集结，啥意思？你还不知道啊？说是上头的归顺满洲国了，叫我们做满洲国的顺民。你呀，就等着升官吧。大伙儿，都听见了？各位保重。妈了个巴子的！ 刚才还打得死去活来的，这一转眼就成顺民了，这不是投降做汉奸吗？真他妈够窝囊！这世道变得太快了，走吧，咱们去看看。兄弟们，把脸洗干净，咱们看看去。